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位于首都北京。1960年，这座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使用的飞机、车辆、缴获的战利品和记录这场战争的影像资料等，作为第一批馆藏文物展出，向海内外的参观者们展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意义。 和志愿军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展厅一处存放着一件特殊的谷物标本，它见证了抗美援朝时期一段极为重要的历史——炒面运动。志愿军入朝初期，由于美国空军掌握了整个战场的制空权。 志愿军只要生火做饭，就会招来美军飞机袭击。炊事班去做饭的时候，突然一个飞机扔了一个燃烧弹，我们三个炊事员都给烧死了。面对前线吃饭的困难。 时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的李聚奎，回忆起红军时期在西北吃过的一种炒面。这是一种以小麦为主料，加入大豆、高粱或玉米，再加盐炒制混合而成的一种熟食。由于是粉末状，用布袋就可以携带，而且食用方便。 在李聚奎和时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张明远主导下，不久，炒面样品送到志愿军前线指挥部。彭德怀和几位志愿军副司令员看过炒面样品后，非常满意，随即电告东北军区后勤部要大量前送。在第二次战役即将开始时。 中共中央东北局又专门召开炒面煮肉会议，安排在一个月之内赶制650万斤炒面和52万斤熟肉。由于前方需要的炒面量巨大，为志愿军制作炒面就成为全国人民支援前线的重要任务，连北京中南海也支起了炒面的大锅。 昼夜不停地翻炒。周恩来在这个开完会之后，已经是深夜了，他还跑到体育馆里来。周总理的这个胳膊不好，战争年代骑马受过伤，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劝他说：“您这个就别炒了。”他不听，还是这个和大家一起炒面。 周恩来总理和各地人民群众为志愿军日夜加工炒面的消息传到朝鲜前线，志愿军广大指战员受到极大的鼓舞。咱能够打仗，能够幸存，能够活着，还就靠着炒面。我这应该给炒面立功。 一口炒面，一把血，成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艰苦战斗场面最真实、最凝练的写照。那一口口翻动的炒锅，寄托着全国人民的深情，志愿军将士永远铭记在心。 这段朝鲜战场硝烟背后的历史，印证着一段轰轰烈烈的伟大运动——抗美援朝运动。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为保证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中共中央动员全国人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1950年10月26日。 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和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合并，改组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
我们和朝鲜同饮一江水，山水相连，唇齿相依。那么唇亡齿寒，我们不能坐视不管，这个教育还是很深入的。毛泽东对于宣传教育活动极其重视。1951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爱国运动的指示，决定继续大力推行这项运动，让全国每处每人都形成共识，焕发出无穷力量。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组织下，1951年五一劳动节前后，全国有2.299亿多人参加了抗美援朝、保卫世界和平的示威游行。抗美援朝运动的宣传和教育，加上志愿军在朝鲜前线捷报频传，有力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动员组织下，全国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参战，为志愿军源源不断地提供兵员补充。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每年2次征集20万左右的青年入伍参军。除此之外，1950年12月1日、1951年6月24日，中央军委和政务院先后2次发出招收青年学生、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决定，在全国掀起了参军之前的热潮。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的感人事迹屡见不鲜。当时只有15岁的华庆来，在上海格致中学读书。抗美援朝初期，他就在上海街头向市民们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道理。1950年政府号召参加军事干部学校时，他兴高采烈地冲到报名处。报名有3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年满17岁；第二个条件呢，初中毕业；第三个条件呢，体重啊要100斤。那么我们同学之间，当然大家偷偷的都去称一称。这3个条件呢，我都不够。当时华庆来甚至连初中都没有毕业，体重也没能达标，但是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坐在了报名台前。我就编好了，我说我属鸡，我一说属鸡呢，那个算术老师就把头抬起来一下，他看了一下，因为我多大啊，他知道，但是这个老师非常好，他就没吭声。带着保家卫国的愿望，华庆来告别家人，进入华东通信学校学习。1952年5月，华庆来提前毕业，辗转来到位于朝鲜会昌郡的志愿军司令部，担任电台报务员。被破格录取的热血青年，远远不止华庆来一人，他们深深懂得保家卫国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需要扎实奉献，有国才有家。号召抗美援朝，我就主动写申请报名。我当时写的是血书，如果咱不去，那不就打过到咱们国家来了？咱是为了保护咱们自己，大家有这个，你为了国家，也为了自个儿的小家。汪向彤当时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英语，毕业之后坚决服从分配，来到了朝鲜战场。后来和他喜结连理的季朝柱，朝鲜战争爆发时远在美国读书，也毅然回国参军。朝鲜战争开始的时候，他在哈佛大学读2年级化学系，他就觉得是这不行，这我不能在一个跟我国家打仗的
敌对的国家待着，就劝他说你在这多好，又有奖学金，你回去以后你就去当兵了，就去送死了，你不要回去，不行我非回去。回国后依照党组织安排，季朝柱先在清华大学继续读书，临近毕业进入外交部工作，不久赶赴朝鲜板门店。他因为那时候中文还不太好，还不能做翻译，只能做记录、速记啊什么。他那个打字特别快，速记也特别快。整个抗美援朝期间，全国还有70余万人组成大车队、担架队，以及4.5万人的技工、司机、铁路员工和医务人员，他们前往战场。担负后勤保障、军械抢修和伤员救治等任务，很多人牺牲在异国他乡，再也没有回来。热血青年们在前线浴血奋战时，留守后方的人们也迅速行动起来，各族人民充分发挥工作生产积极性，订立爱国公约，开展生产竞赛，踊跃捐献财物，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场需要，为国家建设的恢复和发展，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国对新中国实行禁运，香港商人霍英东组织起颇具规模的船队，冒着港英当局武力缉私的巨大风险，为志愿军输送了前线急需的黑铁皮、橡胶、轮胎、五金、药品、医疗器械、棉花、纱布等物资，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时任志愿军副司令员的洪学智后来称赞，霍英东等港澳人民的支援，对志愿军来说是雪中送炭。在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原定的国民经济恢复计划于1952年底前全面完成。1953年即开始新中国第一个5年经济建设计划。这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抗美援朝期间边打边建创造的一个奇迹。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场仗，就是不但没有影响我们经济建设，我们还是按了原来的计划，就把全国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1951年4月9日，以廖承志为总团长的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573人，代表全国人民深情厚谊，跨过鸭绿江，顶着美军的轰炸到前线慰问，极大地鼓舞了志愿军的斗志。早在这年1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募集救济品、慰劳品和组织人员慰问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指示。据此，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通知，在全国掀起了向志愿军募集慰问品的热潮。我那时候在学校里头啊，男孩子就报名去从军，有的女孩子呢就写信给前方的战士表示慰问。慰问信有青海的，有成都的，有南宁的，到处都有。当时抗美援朝的热情是很高的。在美军飞机的袭扰下，随团的文艺工作者不避艰难，直面重重危险。慰问队伍到达前线后，为志愿军指战员们表演了许多精彩的节目，把祖国人民的温暖送到每个战士的心坎上。1951年4月23日，慰问团第二分团在慰问时遭到美军飞机轰炸扫射，慰问团4位成员
不幸中弹牺牲。慰问团回国后，由廖承志总团长带领，在天津市举办了哀悼会，悼念牺牲的相声演员常宝坤、著名琴师程树堂、慰问团第二分团副团长廖亨禄、参加慰问团汽车运输的副连长王立高等。1952年9月和1953年10月，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又组织了由刘景范和贺龙分别为总团长的第二、第三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前往朝鲜慰问志愿军和朝鲜军民。到达朝鲜后，他们受到了空前热烈的欢迎。收到祖国慰问品后，战士们的喜悦溢于言表。有的战士就说，我这个鞋舍不得穿，我将来等到胜利了以后，我要到天安门去穿上鞋咔咔的走。当第二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抵达时，正值上甘岭战役期间，面对美军丧心病狂的炮火，慰问团没有退缩，来到上甘岭二线阵地，将祖国人民的慰问送进了前线的坑道。守卫的战士们就在战场上写了一些信，交给通讯员，想办法送给慰问团，要送给毛主席，我们一定要坚守这个上甘岭。1953年，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随第三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来到朝鲜，他在后来写下的《在和最可爱的人相处的日子里》一文中说，志愿军同志们的衣服都湿透了，但是他们却端坐在疾风暴雨中，聚精会神地望着我，听我唱。他们是多么热爱民族艺术，多么热爱来自祖国的亲人。慰问团为志愿军带去了祖国人民的问候，给前线的志愿军官兵以巨大精神鼓舞，也了解到前线指战员急需武器装备的信息。廖承志专门找到彭德怀，提出在国内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的设想。彭德怀表示，我双手鼓掌赞成。回国之后，一项为前线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就此展开。1951年6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正式发出鼓励捐献飞机等武器装备的指示和号召。6月7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就捐献具体办法发出通知，全国各地各族各界人民及机关团体、民主党派等积极响应，中国驻外使领馆人员、归国华侨和海外侨胞也大力捐献。这个简陋的竹筒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在竹筒上，抗美援朝生产捐献集精筒几个大字依稀可见。这件文物是谭楚云老人的，当年为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他每天用工余时间担水卖钱，把钱一点点积存在这个竹筒里，全部捐献给志愿军。在这场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中，各行各业都涌现出像谭楚云这样的典型人物。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联合天津各界妇女，为志愿军捐献了天津妇女号飞机。在宗教界，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在青海僧俗群众大会上号召僧俗信众
捐赠了佛教号飞机。新疆维吾尔族103岁老人吴吉尼沙汗执意用10麦穗纺线所得给志愿军捐献武器。我们学校里头有些女同学把家里给的戒指金戒指拿出来捐了啊，我们男同学也没什么钱，就是每个月有一点补助费吧，也捐出来。1950年12月16日，由15万人组成的上海市工商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大游行，如期在跑马场举行。一名气宇轩昂的年轻人手持大旗，迎风走在队伍最前排，他就是荣毅仁。他们又在这件大事，我们准备69营的时候，我们几个工商界的人啊，还在商量一下。我是工商界，年纪也轻，身体也比较好，有这个负责人啊，去到那个叫，叫保安厅嘛。他现在的人民广场嘛，那里我们有一个这个，协会。朝鲜战争爆发前，荣毅仁刚刚接任当时中国最大棉纺织企业申鑫纺织公司总经理。在上海工商界支援抗美援朝运动中，荣毅仁代表申鑫职工提出捐献10架战斗机的计划。后来实际捐出12架。1958年，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朝鲜，荣毅仁作为赴朝慰问团副团长陪同出访，亲自慰问留守朝鲜的志愿军部队。群贼群敌，红日蹭蹭了，你看这河南的这个常祥玉啊，以枪械赚来的钱购买一架飞机啊。常香玉，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当时在西安负责一个民营戏曲艺术表演团体香玉剧社。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传来时，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决心用实际行动为抗美援朝出一份力。花木兰里头有两句台词，要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说我要用我的力量，用我的工作来保卫我这个党领导下的这个好的政府。常香玉和丈夫陈宪章商议后，卖掉了自己的一部卡车，拿出多年的积蓄作为义演基金。从北往南，香玉剧社遍演陕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6个省，所到之处，群众无不热情欢迎。半年多时间里，香玉剧社巡回演出170余场，共筹集15亿元旧币，实现了捐献一架战斗机的心愿。当香玉剧社号战斗机在朝鲜上空和美军搏击时，常香玉和他的剧社又踏上了新的征程。1953年3月，常香玉随第3届赴朝慰问团进入朝鲜，进行了150天的慰问演出。我们那时候就提的口号就是有求必应，面无难色。那就看见3、2个战士，我们也下来演出。看见这个一群战士，我们演出炊事班的演出，那门口站岗的我们也给他清场。慰问团来到志愿军空军驻地时，志愿军空军为了感谢常香玉捐献一架飞机的义举，专门赠送给他一架飞机模型。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的第二天上午，会昌郡志愿军总部的这座礼堂里，常香玉一行受到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接见。他们在这里为志愿军指战员们演出了《花木兰》等剧目。常香玉一眼捐献飞机的事
震动了中南海，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在看完常香玉的演出后，毛泽东握着她的手兴奋地说：你这个香玉了不起吗？我该向你学习。在中国航空博物馆陈列着许多来自民间捐赠的战斗机，亿万人民用自己的双手汇聚成一条飞机跑道，托起一架架飞机送到志愿军手中。常香玉捐赠的那架香玉巨射号被中国航空博物馆作为文物收藏。1992年到北京参加会议的常香玉第一次见到了这架飞机。这架战功累累的飞机向后人们无言地讲述着那段难忘的岁月。战场之外，举国同心。从1951年6月1日至1952年5月底，短短一年时间，仅全国各族爱国同胞捐赠的现金就可购买飞机3710多架。飞机、大炮等各种武器装备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朝鲜前线，不但改进了志愿军的装备，还大大鼓舞了志愿军指战员的士气。1953年7月31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5天后，志愿军领导机关给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来贺电，祝贺抗美援朝运动的胜利。1953年9月12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24次委员会会议，毛泽东主席讲说，有一个正确的领导加上人民的支援，我们就可以依靠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抗美援朝运动是一次全国人民参与的运动，中华儿女举国同心，斗志昂扬，炒面加步枪，最终打败了美国人的飞机加大炮，戳穿了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本来面目。周恩来指出，抗美援朝动员的深入，爱国主义的发扬，超过了过去任何反帝国主义运动，它的力量将是不可打破的。中华民族的觉醒，这一次更加高扬。